苍天的大地呀、啊，什么时候我才能称霸草原，回归狼群呢？啊！啊哎呀，是谁在偷袭我？啊啊，还挺漂亮，正好带回去献给乌尼格当首饰盒。女王，女王！嗯，喂，死哪去了？想饿死吧，女王呀！女王，我有好东西献给您。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还有什么好东西献给我呢？女王陛下。少废话，先给我弄碗甜豆花来填填肚子。遵命。滋补养颜的甜豆花来喽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弄脏了我的新衣服。女王陛下，消消气啊，看我给您带回来一个礼物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宝贝，它叫变异盒。别看它外表挺漂亮，实际任何放进去的东西都会产生霉变，并且能快速繁殖，是个名副其实的破坏之盒。把甜豆花放进去试试。这东西那么厉害，这下我可有了称霸草原的资本了。天气不错啊，咱们坐上鸿雁到处转转吧。鸿雁变身为飞行器。哇，啊，你怎么吃白色的砖呀？这是甜豆花，超好吃。给。不行，它正在自动导航飞行，不能乱吃东西。啊？让我吃一块试试。不准吃。看，是金莲川。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鸿雁，降低飞行高度，开下去看看。鸿雁，你先在这儿等我们。好的。好臭啊！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灾难原点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快隐蔽！赶快到大树下歇歇吧。女王陛下，您的计谋实在是高啊，用霉变的甜豆花来遏制草原上的草，食草动物没了食物就会乖乖臣服于您了。那盒子肯定和草原上这些变异的甜豆花有关系。哼，原来是他们两个在搞鬼。说你们使的什么坏哟，这不是小犟牛吗？哼，再不说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有飞碟啊。哎哈，巴特尔你怎么样啊？没事，让他们偷袭了。啊，糟糕。先走一步。啊这片草原给我彻底毁掉吧。事到如今只能想办法把那盒子拿过来。红叶，本女王再赏给你一块甜豆花。变异的甜豆花会变成怎样呢？甜豆花，怎么回事？情况不妙，毛超脑，我们撤！毛超脑，毛超脑，啊，毛超脑！啊，你
是不是吃了变异的甜豆花？甜豆花，甜豆花。哦？咦，这就是那个变异盒吗？啊 ！Oh my god！ 怎么打不开呀、啊？豌豆丝，下次我一定会成为真正的草原女王，你们等着！红雁，重新启动。你就是因为贪吃甜豆花，才会让乌尼格他们有机可乘。盒子一旦毁灭，贪念就会消失，没变的甜豆花也就会消失。红雁，消灭变异盒。嗯。